这就是账房，当时柳香亲口所言。柳香怎么会亲口承认这里是账房呢？一只老鼠会告诉猫它的窝在哪儿吗？它找到那间屋子本就是我们的陷阱，若它再敢踏进半步，保证。 既然你提到我阿姨，那我倒是好奇，若我阿姨还活着，就坐在我这个位置，雪山王，你有什么话想对她说？老夫立过规矩，擅闯账房者，格杀勿论。 莫非他们从你身上发现了什么？